长岛慈一志工举办岁末祝福活动，社区居民参加踊跃，现场也有志工挥毫写春联。长岛仁医会志工陈新兰更是和大家分享他的赈灾经验。所以去这样子赈灾的活动，我们不是去付出，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他们让我们看到了世间的苦。长岛手语队演绎药师如来十二大愿，庄严氛围让人感动，共同祈愿世界和平，善的力量撼动人心。Great work that the foundation has done, you know, for all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o, it's very inspirational, and it's you know, it's just great to see all the great work that you've done. 看到这么多的人为了 volunteer 的 work 一起去奋斗，这样子我挺感动的。拿到来自台湾正言上人的福慧红包，不论大人小孩，幸福平安是一个接一个传递下去。大爱新闻刘家天、邱品豪美国报道。